回到德国的斯图加特，我们继续来收看的是本站比赛的女子的高低杠，是伊佐瓦，来自俄罗斯的选手。这是牛大环转360，请我们抓杠。好，把大环转180，向大环跳转360以后，一个直条空翻转180，现在的高杠上。向大转体540以后，哦，这是一个他命名的动作，以他名字命名的动作，是伊佐瓦。漂亮，好的，漂亮。